雅雅，天哪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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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杨洋都太跑偏了，太跑偏了。杨洋，你啊，知道。我之前我是追的香草，后来是啥？我感觉我走的那个方向好像有点不太对。大家这样子每次看到我这个形象，会不会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？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我做的这些事儿呢，又不得不承认我。我都头大。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打开杨洋。